是带着一个真的结婚了的心情，这个婚很难结。在办手续的时候，其实只要三分钟。不过这条路我们走了十年，同志团体走了好几十年，其实我的心里非常感触非常的深的。一如往常，我觉得会永远爱你。然后就像我们彼此的约定一样，就是结婚是一个自由意愿的结合，然后我们也自由的相爱，然后希望这个自由可以维持到我们的终生。我希望台湾能够有更重视性别平等教育，让我们的下一代不用再像我们这样苦苦等待，苦苦的一次又一次的上街争取自己的权益。接下来我们要好好的生活，然后过着我们自己平淡的家庭生活。谢谢大家。我们在一起今年要第12年，同志游行的时候我拿了彩虹旗，我现场挥得很用力，但是我回到家，我在路上我是收起来，我不敢拿出来的。但我今天我可以就跟大家，然后在这么多人面前坦荡荡的说，我们要结婚了，我们是同志。我觉得我很幸运，我们很幸运，然后也很为我的国家感到骄傲，就可以这么进步。终于在法律上是有一个正当性的。当我今天要为他做决定，或者当我们今天要一起做什么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在法律上有这个位置。那刚刚在结婚的同时，大家也是很兴奋，因为我们真的等这天非常久。从我们第一次结婚，然后到释宪，然后到整个公投，其实这过程都是非常高潮迭起。因为我们除了自己过生活以外，其实每一次大平台办的活动，每一次的集会，我们都会到现场。因为对于每个同志朋友来讲，出柜本来就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。但是我们也希望，因为台湾做出了这一步，跨出了这一步，然后让这个社会开始有沟通的机会。无论今天你是同志，还是你是异性恋，其实我们在台湾这片土地上是可以一起被公平对待。然后我们也相信我们的勇敢可以影响更多人。看来我们上一次是2012年，这是我们第二次的结婚，这一次是法律认证，然后我们上一次是口头认证。所以我们有老天的认证了，然后也有这个社会给我们的认证，还有我们的父母给我们的认证了。谢谢你嫁给我。今天非常高兴看到这么多对这个不是个位数啊，让法东看到这个我们是上百对三位数的在全国各地结婚。这一天虽然是有点晚，跟各位比起来可能晚个20年10年，可是以我来说晚了33年。今天有这个结果，也是这么多年来成千上万的朋友大家一起努力奋斗出来的结果。祝各位白头偕老，永浴爱河。